开始收行李了。好，除了登山要用的东西、鞋子之外，你自己还带了些什么？我就带了我平常习惯带的东西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牛蒡茶、洛神花茶，这是玫瑰花瓣泡澡的精油啊。玫瑰花瓣泡澡精油全部都带，我觉得贝尔会非常高兴。没有，我只是说我不想让他把我从很高的地方推下来，所以想说他还是可以，他还是可以从很高又把你推下来，说 you jump I jump 那种。哦，然后在中途我们降落的途中吻我。而与此同时，陈柏霖正在亲手制作一件爱心满满的礼物，希望通过摄制组交到好友陈意涵的手上。我认识应该快十年了吧，然后也是一起成长的好朋友这样子。我们之前拍过蛮多戏的，那我常常就是脖子会很痛，就是我比如说会偏头痛什么，他都会帮我按摩，在片场，对，他压力气很大，对，不止我，导演也有，应该都有被他按过的。想对贝尔说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疯狂的人，所以解放他吧。之前好像有说过，就好像你今天穿的衣服一样，你想要做那个粉红色的冒险。What's that？ 我想粉红色的冒险，感觉就是会冒泡泡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你知道，可能贝尔要跟我谈个恋爱啊，什么之类的，你知道。哦，这是你想的哦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贝尔说了，他给你五个愿望。你现在就许下五个愿望，是在这趟冒险当中你希望能够跟他做的，然后他想一一帮你完成这样。好，我没有下心，我只是想说这样会比较轻松。你就说，有种就直接说出来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峭壁中间手牵手，然后他可以带我去很高的树上。我想跟贝尔在峭壁中手牵手，然后我想要在很高的树上跟他一起喝杯咖啡。好，两个了，对，还有呢，我希望在我很紧张、很害怕的时候，贝尔可以亲我一下脸颊，要用爱的教育，就会亲我一下，说不要害怕，然后就 in English 的，Don't be afraid， 白痴，好，三个。我可以跟贝尔一起在一个比较安全跟有背板的，就是背后有支撑的地方下跟他一起倒立。同时我们倒立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手牵手，因为后面有东西靠了。你白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单手倒立，或者说我们的脚可以碰到脚啊。哦，最后一个，我希望在我很走不动的时候，贝尔可以背我。Got you， 超任性，完全不想冒险，就只是想当他的拖油瓶。好啊，喝一杯吧。就是充满能量的饮料哦，是那种 energy 的那种吗？对，喝完了。那么陈意涵的五个愿望，贝尔究竟能替他实现几个呢？